供超级跑车的驾驶感受，所以它除了中国之外可以合法上牌，售卖的价格大约20,000美元起步。在于发动机的排量，提供超级跑车的驾驶感受，所以它除了中国之外可以合法上牌，售卖的价格大约20,000美元起步。在于发动机的排量，